各位 ETV 的粉丝，大家好，我是品冠。今天，感觉非常的兴奋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年轻哦。因为今天来这里最主要是要看美乐蒂啊，当然也看到 Kiki Lala。这些是其实在我小时候，应该是在我甚至念书的时候都已经有听过，而甚至可能有一些卡通，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有看过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？我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呢？其实非常感谢就是主办方的邀约，然后让我来感受一下，因为现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孩了，那尤其是我女儿，她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卡通人物，现在比如说家里已经有像 Kitty 啊，然后我相信当因为这个展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，那我想这段时间等我忙完了以后，我会带她来看这个展览，我相信他会在这里尖叫啊！因为我想其实每个卡通人物都有他很特别的地方啊，就像今天美乐蒂，我想小女孩看到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非常的兴奋，对。然后我自己也有一张女儿的照片，是戴着小红帽的，然后看起来就好像美乐蒂一样，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说，当她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梦幻的一个儿童乐园，他会是非常非常的无敌的兴奋。